己，今天是星期几，台词讲了几句，怎么我遇见你一时就离奇，啊奇奇啊奇奇，没感冒打喷嚏，原来是相爱的人就会有感应，啊奇奇啊奇奇，是爱情的谜语，巧合到让人不可思议，夸我是万人迷，说话幽默又风趣有趣，但不要太着急，我还不了解你，让情节再继续，让直觉来编剧，爱真的才可以越演越美丽，啊奇奇啊奇奇，变成一首歌曲，只有恋爱的人才听懂的旋律，啊奇奇啊奇奇，是爱情的谜语，巧合到让人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二分歌口却是同样的话，啊好像预言家好没问你就回答，就是因为那天不会力太大，哎我的天哪，啊谁施了魔法，美得你像个向日葵，爱放你的眼你放够了没，决定告诉到你，那边电话响起，时机锋利，快要不能防御，不知不觉就慢慢靠近，难道是命中注定，情的谜语，巧合到